了。好，现在放模。按照那个自动底座，这个位置我要来个特写。来，我先拍一下。对起来的。你可以调吗？不影响的前提下，是把镜子倒进去，现在高了一点点吧。那位是低一点，高太多。调深一点，调高一点点。
震动开起来先。接气管，吹个方向，你站这边的。不要完全打开，松掉一点就好。气压，达到多少？达到六。还管？太大了。调压力，把压力调到最小，调压力。
打了设置模式，打到一脚模式，设置模式，一脚设置模式，上面那个，上面那个，对，打压力，可以了。一直踩着调节压力，看够了。这一个就好了，再踩一下。可以了。反着翻个面。